IKEA 欢迎体验，强国人直接睡。泡泡睡啊，快睡，外面天黑又黑。这么好睡，有些中国人睡在 IKEA 就像睡在自己家，坐在椅子上睡，卧在沙发上睡，甚至直接躺到床上睡，抱着小 baby 一起睡，各种千奇百怪的睡法都有。最夸张的是，还睡到叠枕头、盖被子，真的把卖场当自己家睡。还有人甚至睡一排，现场签名。这些睡相，日前被《赫芬顿邮报》英国版大幅报道，中国媒体转载时却强调，一样为迎合当地消费者习惯，没有禁止这样的行为，甚至邀请顾客躺下来体验。睡觉一样的广告标榜真的很好睡咩，连网友都说他们根本就是最佳代言人。东西文一床被单众人睡，报道。